好，接着上一集的视频来看下一集啊。没有看过上一集的朋友呢，可以去看看上一集，对吧？上一集呢，我们打了两家以后，然后这个小红呢在右上角发展了十来分钟，他谁都没有打啊，所以说他坦克比较多。然后他所有的坦克倾巢而出，直接冲到我家里来玩了这么多，感觉守不住，对吧？只能往后面退。我现在经济不好啊，但是我基地多，只要捡的钱箱子多呢，慢慢可以起来。你看他来了这么多坦克，哎，我这个山头有三个大炮，你敢过来？你坦克多，你没有三星防空车，他就很难打得进来啊。因为三星防空车可以飘巨炮，对吧？我捡到了很多三星防空车，哎，先把小黄赶回去。这个小黄呢，打了我一波呢，双方都损耗了一点啊，但是我的损失比较惨重。他呢，钱多，对吧？他钱多地盘大，而且的巨炮也多，感觉打这个小红呢一时半会整不死他啊。先防守，这一波守住了，但是他好像又要来哦，他又要看那个卫星就看得到，他好像要走这个上面过来，对吧？赶快把巨炮放到上面，然后那个右下角的小蓝呢被那个淡蓝色带走了。看打的这里呢成一个三国局面啊，这个三国局面我们都是要打两家的，对吧？不要慌，我这个三星防空车比较多啊。现在小红，你看小红所有的坦克又倾巢而出，他要打我这个上面，对吧？上面给他打啊，我们上面直接摆巨炮就行了，这个巨炮无所谓，给他用这个巨炮消耗他的坦克。你看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我们先把巨炮放在下面。哎，你打我上面，我就把巨炮放下面；你打我下面的，我就把巨炮放上面。看到没有？这个上下两层大炮啊，他就拆不完。然后我们再招一点大头兵啊，赶快把这个雷电车，把这个防空车里面装满这个大头兵，组装成雷电车啊。这个雷电车呢，防守坦克相当厉害啊。这个雷电车打建筑不行啊，如果打建筑就把大头兵放出来，防守他的坦克呢就装大头兵，对吧？赶快装一点，他马上就要来了，还一个没装，赶快再把这个大头兵装进来。然后这个对手呢拖了牛车来进攻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现在牛车没用了，地图的矿都踩完了，他把牛车牺牲我巨炮子弹，你看到没有？然后防空车打我的巨炮，坦克冲进来，兵分三路，我们也兵分三路，控制巨炮打坦克，然后坦克挡在前面，雷电车在后面输出，看到没有？一定要控制这个巨炮打坦克，不要被他牛车吸引。哎，你冲进来，我有雷电车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雷电车防守相当厉害，你看你这个坦克是我的一倍，你冲进来全军覆没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以前跟那个古代攻城一样，你攻城一方呢，我是防守一方，你最起码要是我的三倍坦克数量才能冲得进来啊。他只是比我多一倍他就敢冲，然后他坦克死光了，现在呢他要补给一火，我们也可以喘一口气，赶快捡箱子。哎，这坦克吃了个火力啊，但是这一盘呢就是老是捡不到钱。以前我们打冰天混战呢，这个存款都有15万，对吧？但是这一次呢，你看运气不太好，老是捡不到钱，捡的都是那些没用的东西。哎，终于捡了几个钱啊，要用这个三星的去捡，三星的东西去捡呢就容易捡到钱，看到没有？因为三星的它不会捡到升级，如果你用那个没有升级的那个东西去捡呢，就特别容易捡到那个没用的。哎，用这个三星防空车或者三星坦克去捡，就容易捡到钱箱子，捡到几个钱箱子，这个经济的就好转起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打出去啊，准备打这个小红，对吧？这小红一直整我，然后我就把大炮呢全部放在这个下面啊，放在下面防守这个淡蓝色。这个淡蓝色家里都是那个小飞熊啊，淡蓝色的地盘也比较大，但是他坦克不多，就是那些小飞熊，对吧？我在这个下面呢多摆一点大炮，我的坦克就可以出门了，而且我这个大炮底下呢都放了很多大头兵了。我坦克全部上来，全部上来准备抢占那个左上角的箱子，因为左上角还有很多箱子不能让他捡。然后所有的坦克直接过去，先把他这块地盘拆掉。哎，让你一直在这里压制我捡我的箱子，对吧？直接把他巨炮电厂全部拆掉，然后再拆掉下面的巨炮就往后面退啊，因为我的坦克都冒烟了，准备捡个医疗箱来，捡个医疗箱来，坦克满血了以后又可以进攻啊。现在这个大男生看他敢不敢来，对吧？我家里这个防守，你看我下面摆了好多大炮啊，这个大炮就一直往下面摆。哎，在这里继续摆电厂摆大炮，你来呀。这个大男生如果冲过来他不一定打得死我，
他冲过来我们就把基地搬走就行了，我家里这么多机炮。哎，三星防空车，现在我这个三星防空车呢，防守住了坦克，就准备把这个大头兵放出来，对吧？刚开始我也说了，这个大头兵呢装在防空车里面，他防守坦克厉害，打建筑不行啊。等一下我们要进攻的时候要把那个大头兵放出来。现在我兵分两路捡箱子，哎，这个经济的慢慢好转起来了。中间还有一个箱子，再把中间的箱子捡了，然后在这里也摆个大炮。我这个下面最起码好像摆着十来个大炮啊，有了十来个大炮呢，我就敢去进攻了。哎，坦克加满血了，可以了，时机已到，准备呢今日起兵，对吧？而且我要进攻他的时候呢，还得防空车飘下面，因为这个小红的巨炮啊，它也是上下两层，对吧？它上面有巨炮，下面有巨炮，你看也是上下两层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也要兵分两路进攻啊，这个防空车在下面打巨炮，坦克呢在上面打巨炮。我家里这个防守应该可以守得住，就算没有坦克应该也可以守得住啊。再多补几个电厂，电厂一定要保证充足啊！哎，先把箱子点，再摆一个大炮。有这么多大炮，看淡蓝色敢不敢来。然后准备开始进攻了，对吧？把家里的坦克也派过来啊，家里还有十来个，等坦克集中了以后就可以进攻了。看一下看，他那个上下两层呢，再把牛车也拖过去。反正呢，这个牛车也没什么用的，对吧？刚开始他打我也是拿牛车吸收子弹啊，我们也把牛车拖过来。哎，把牛车拖过来，这个牛车呢当炮灰，对吧？吸收巨炮的子弹。这个大蓝色好像想延伸过来呀、啊。哎，再摆一个重工。现在呢，基本上这个防守已经做好了，做好了就可以出门了。然后拿牛车直接冲过去，吸收他巨炮的子弹，再把这个大头兵放出来呀、啊，一定要放出来，放出来飘那个建筑啊就比较快。哎，然后等这个牛车先进去，吸收了巨炮的子弹，我们的坦克再往上面冲，然后防空车在下面锁定巨炮，看到没有？我这个带火力的三星防空车飘巨炮很快，他的巨炮都打我牛车去了，然后打我防空，防空往后面缩一下，缩一下，等坦克吸收巨炮的子弹，吸收了巨炮的子弹，再用防空车飘巨炮，然后他坦克过来，你看他没有钱了，对吧？坦克没有多，我直接掐住你的头。掐住你的头，然后再用坦克扛在前面，吸收巨炮的子弹，再用防空车飘巨炮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防空车飘得很快。哎，整我吧，直接受不了，投降了。他投降了以后，就剩一个蛋蛋色了。逐个击破，不着急，对吧？他想打我，他也打不进来。我家里这么多巨炮，然后这个对手呢，他家里的巨炮也比较多，他想跟我对炮，他对不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基地多，对吧？我基地多，我造大炮比较快呀、啊。这个重工越多，出坦克越快；兵营越多，出兵越快；巨炮越多的，啊不是，基地越多的，出巨炮越快，出这个建筑越快呀、啊。然后我们把建筑卖掉一点，直接慢慢延伸过来。哎，我这个造巨炮比你造的速度快呀、啊。然后还要捡箱子，不捡箱子，等下断粮了，对吧？再把他这几个兵营拆掉。然后这个小红就怪这个淡蓝色，他说蓝色你投降吧，不必挣扎。他说这句话呢，估计是看到这个淡蓝色没有帮他啊。其实淡蓝色想帮他也帮不了，我提前做好的准备，我在家里提前摆了15门大炮，这里大概有15门，对吧？我15门大炮，他那几个小飞熊他敢进攻。然后这个淡蓝色在家里出什么呢？我看到他在出直升飞机，你看到没有？出这么多直升飞机，有可能等一下想来拼我的基地啊。其实打兵连混战造这个直升飞机没什么用，你造直升飞机打我的基地，我基地多，而且你的直升飞机多了以后呢，我可以在基地边上造那个六人抢修啊。然后我们先消耗他一下，一口气呢也吃不了一个胖子，对吧？先消耗他一波，直接用坦克冲过来，先把他这些巨炮呢先拆掉一点，然后他坦克过来了，对吧？坦克过来要保护巨炮，我们先往后面撤一下，哎，先撤一下，先拆掉他4-5门巨炮，然后还得继续捡箱子啊，这个箱子不要停。哎，还有方力门大炮，他这个小飞熊打不赢我的犀牛坦克，我这个犀牛坦克是带着火力的。哎，再拆掉他1门巨炮，然后我们再拆掉2个重工呢，往后面退啊，这个坦克有一点冒烟了，等捡个医疗箱以后再进攻。然后这个右上角跟左上角又有箱子，对吧？我特意在那个上面停了2个蜘蛛啊，在上面一直捡箱子。现在他直升飞机还在造，你看他造这么多直升飞机，直升飞机他有可能想偷袭我的基地，我们再造个10几个6人啊，
你这个直升飞机比较贵，他舍得花钱，我们也舍得花钱，对吧？我这十几个小包包停在基地边上，他等一下强行打我的基地，我可以抢修。而且我这个防空车比较多，我都是带火力的三星防空车，他那个飞机呢支撑不了几下就会被我打下来。我再造一点苏军防空，哎，苏军防空、盟军防空都造一点嘛。然后他又延伸过来，对吧？又延伸过来，我们直接用坦克飘，哎，用这个防空车飘，再打掉他个机炮，打掉坦克杀手，然后往后面撤退。你看他这样被我耗着耗着，坦克越耗越少了。所以说呢，他捡箱子不行啊，因为这个兵丁奋战呢，捡箱子是基本功。你捡箱子捡得不好，捡得没我快，你这个发展的再好呢，我都可以慢慢把它给耗没了，慢慢耗都可以把它耗没了。然后准备再甩一个大炮啊，等我这个大炮慢慢延伸过去，他马上就守不住了。然后他的直升飞机呢，现在大概造了三十来个，造了三十来个直升飞机。有可能想来搞偷袭啊，得小心。你看来的对吧，来了以后他这个直升飞机到上面去想打我巨炮没有用啊，我这个防空车全部是带火力的。我们防空车也兵分两路，三星的防空车呢跟着坦克进攻，苏军防空呢就防守他的直升飞机。你看你的直升飞机打哪个位置我一直跟着你，然后再飘掉他的巨炮。他过来了要打我的基地，我们直接飘他直升飞机，还想兵分两路了。你看这个带火力的三星，你看到没有，直接还没到我家就全部掉光了。所以说直升飞机没什么用吧，直接射不了了，你看给耗死了对吧。